好，先来关心今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。来看到自由时报的报道，体坛传来捷报，田径标枪好手郑兆春昨天在亚锦赛拿下了金牌，而我们的跨栏好手陈杰也抢下银牌。中华代表队在2019年杜哈亚洲田径锦标赛传出佳绩，亚洲纪录保持人郑兆春在男子标枪决赛以86.72公尺力退印度强敌，也赢得生涯第一面亚锦赛的金牌。至于陈杰的部分，他在男子400公尺跨栏决赛也跑出了生涯最佳成绩，跑出了48秒92，也三度拿下了亚锦赛的银牌，他们更要瞄准冬奥门票。